心疼刘真美了一世却受苦历经爆10年好友私下性格。44岁的国标舞女王刘真19日经传在心脏手术中心跳骤停，紧急装上叶克膜抢救，目前仍在加护病房中。刘真病危消息震惊外界，粉丝和好友们都纷纷为她加油打气。和刘真有十多年交情的主持天后丽晶也发文为她祈福。我喜欢现在的刘真老师，丽晶晶20日在脸书发文表示，自己和刘真认识十多年，现在才发现两人竟没有一张合照，并透露年轻的刘真是个仙气飘飘又带点傲气的美女，成为人母后则变得更加亲切却依然优雅。自己眼中的刘真美了一世，她也打从心里喜欢这个人，如今听到好友病危的消息让他相当忧郁，希望他一切无事，自己坚强熬过，战胜自己，我们会为你祈福。据了解，刘真一直都有心脏瓣膜脱垂的问题，本月安排入院开刀，院方和老公新龙源都以为不是太大的手术，应无大碍，没想到刘真竟在手术过程中心跳骤停，紧急装上叶克膜抢救，已经留院超过一个星期，新龙也全面停工照顾爱妻。另有荣总医生低调透露，刘真目前并没有到昏迷症这么严重，但详细情况仍无可奉。